早晨，歡迎大家收睇呢個大倉南北嚇。咁早晨咧就喺呢個廣闊草原上面同大家講下咧，今日騎師王啊同埋練馬師王咧，究竟有啲咩啊牌面馬咧？大家可以留意啦。未講之前，記住咯，未訂閱呢個頻道朋友咧，右下角有四星龍珠，一陣咧我就同 KK 咧同大家喺 live 度見面啦嚇。咁啊，即刻帶大家睇下今次咧騎師王咧。潘頓大熱門 1.45 有隻加州星球喺度嘅。啊，中翼禮咧，其實咧就中翼禮咧就有隻馬退出咗啊，星運名爵。咁睇下何澤瑤機會唔會上升咧？因為有隻黃袍永勝嘛，都叫做有啲機會啊。增程啱嘅嚇。咁至於蘇兆輝咧，主要潘頓對手啦，幾隻大熱門啦。見到成扎紅色咧，都係啲跟進馬嚟噶。疲倦之星日日夠健康愉快啊，睇下攞唔攞到分啦。攞到咧，同伊振涵標誌科學兩隻大熱門好啲。神速奔馳冇甩個 Q 喎，跑直路睇下咧，唔要周俊樂用神速。是不是真的可以贏到先？尾場仲有告東尼啲落滿貫啊，隱形翅膀啲千六咧都好準嘅，不過三番千六成日爆冷，唔知得唔得嘅啫。咁啊，所以咧照計下，今日都係圍繞兩個大師傅噶啦。咁啊，揀馬嘅時候咧，記得兼顧埋呢啲馬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次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嚇。練馬師王咧，羅富全咧，雖然啲牌面熱門馬比較多，但係實力上咧，應該告東尼嗰啲略好嘅嚇，所以得八隻咧，佢都係次熱門。咁我覺得咧，告東尼機會會大嘅，可以試一試嚇。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一陣介飛錢財經，我哋再同大家見面。多謝收睇大倉南北，拜拜。